这里是岭南一座静谧的小城，地处北纬25度的黄金气候生态带。古老的西京古道在千百年间见证了这里的商贸往来，铺展着客家人的迁徙之路。神秘的祭祀仪式追溯着过山窑的文化根脉，他们能歌善舞，心灵手巧，用智慧编织出了一个民族的锦绣长卷。过着游耕生活的过山窑与传承了中原文化的客家人在此相遇，在这方秀美的天地间融汇出独特的民族风情。这里是广东省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世界过山窑之乡，汝源瑶族自治县。钟乳穴，朱石岩阴润处，溶结凝液，现得名石有此。汝源境内的地貌峰峦环峙，沟壑纵横，丰沛的水源和石灰岩地质使这里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溶洞。其城北3000米处的风岗岭形如一头灵气十足的神像，头朝南，尾向北，一直是探险者的乐园。10年来，李金泉带领的探洞团队坚持探索着这些鲜为人知的洞中奇景。之前的老前辈那些户外玩家，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山洞。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5、6年前，当时这个山洞还算比较完整。我们探过的山洞大概就有40多个，有钟乳石的基本上是100%都有。这里的石钟乳关联着汝源地名由来的一段传说。相传东汉安帝刘祜听说此地石钟乳有拔毒润肺降火的神奇功效，立即命人取回石钟乳作为宫廷用品，将产乳之地赐名汝源。在汝源县城中的汝水河畔矗立着一间小小的祠堂，祠堂正中悬挂着一方硕大的匾额，开汝源勋。这里是汝源第一任县令刘天锡的家祠，正是他为古时汝源这片荒蛮之地开启了文明之源。南宋之前，汝源还是韶州曲江西部的一个乡，有居民数百户，因地域偏僻而盗贼猖獗，为了让乡民免于侵扰，朝廷批准分曲江、乐昌县中的3乡15里设立汝源县。在汝源县志中收录着刘天锡撰写的汝源县记。南宋乾道3年，公元1167年，面对劈草开荒的苦差事，朝廷任命的几任县令都临阵脱逃了，韶州知府只能派推官刘天锡赴汝源经化立县之志。一番考察后，刘天锡认为要将汝源治理得有序，百姓安居，必注重教育发展。刘天锡不仅在这里修建城池，也为这片地远民火、政化南极之地带来了崇文重教之风。
自汝源县建立后，这里逐渐走向了安定繁荣，吸引了大量的姚民陆续迁入。至明代，虽有不少姚民迁往广西、云南甚至海外，但民西姚火的状况依然延续。2018年11月，汝源瑶族十月朝文化旅游节隆重举行。这场盛事恰逢汝源瑶族自治县建县55周年。汝源瑶族先民是中国四大瑶族支系之一，由湖南、福建等地迁徙而来。他们自古隐居深山，过着耕作一山又移一山的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被称为过山瑶。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美国的瑶族后裔来到汝源寻根问祖，竟奇迹般的用瑶族缅语无障碍交流。汝源被瑶学专家一致认为是美国、加拿大、法国等海外100多万过山瑶的祖居地，被誉为世界过山瑶之乡。汝源这座古老的小城，让无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与过山瑶历经千百年的兼容并蓄，形成了独特而多元的汝源风情。每年农历10月16是汝源过山瑶最神圣节日盘王节。每到这时，瑶寨的男女老少都会身着盛装，在师爷的带领下吟诵舞蹈拜盘王，期盼人寿年丰，六畜兴旺。相传瑶族盘王节祭祀仪式形成于唐朝，历经千百年的演变，如今成为汝源过山瑶生命中最重要的仪礼。2006年，瑶族盘王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年过八旬的盘良安是盘王节祭祀仪式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目前汝源过山瑶群众中唯一能够全面主持盘王节祭祀仪式的总师爷。他一直有个心愿，希望儿孙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根据瑶族传统，要想成为这项祭祀仪式的学徒，必须经过渡身。渡身也称渡戒，原本是瑶族男性的成人仪式，如今演变为瑶族独特的民间风俗。每年的12月份，地里的农活不多，汝源过山瑶通常会选择这个季节举办渡身仪式。没有法律的时候啊，就是靠渡身。渡身呢，它是有规定的，教你渡身的时候要对别人要有礼貌啊，不能动乱动手动脚，所以这个渡身的一个我们法律是这样的。邓静万是盘良安的大徒弟，在7天7夜的渡身仪式中担任引渡大师傅。
当年一面运动，这个也来当谁啊？来谁嘛？这边。杜深是瑶族男子一生中最难忍受的一关，所有的杜深者都要提前一个月食宿，并且在杜深期间，除大师父外，不得与他人讲话。今天要做的仪式是上刀梯。邓静万带领六位杜深者来到刀梯，诵读师爷书之后，从容不迫地踩上刀梯，爬到顶端，杜深者紧随其后，一把把利刃朝上的砍刀固定在木梯之上，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架通天云梯。相传经过刀山洗礼，净化的灵魂能够消除灾难，更能锤炼人们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邓静万诵读的师爷书承载着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与精神内涵，在过山瑶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灵的保护。杜深成功后，盘良安的儿孙有了成为盘王节祭祀仪式传承人的机会，他几十年的心愿也终于完成。因为古老的盘王节祭祀仪式教化着瑶人的后辈，凝聚着瑶人的力量，历经千百年代代相传的神秘风俗，承载着汝源过山瑶心中不灭的文化图腾。这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古时被称为西京路，它上通三楚，下达百越，曾是东汉时期岭南通往京都长安的一条必经之路，对岭南的文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西京古道全长250千米，其中汝源境内有70多千米，它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沿途古村星罗棋布，古桥古亭比比皆是。这段景色秀美的蜿蜒古道是西京古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部分。梯云岭自古被誉为万仞梯云之山，汝邑扼要之区，历经近2000年的风吹日晒，梯云岭上的凿山之痕依然历历可见。据《后汉书·列传·循吏列传·魏萨》记载，东汉建武2年，韩光（古称韩匡）、真阳、曲江三县的百姓多居住在深山之中，离郡治十分遥远，出行极为困难。时任贵阳太守的魏萨在这里凿山通道500余里，设立停船与游弋。我现在这个位置呢，就叫做梯云岭。这个地方呢，它是每朝每代都有拓宽的一个痕迹。身为当地文化工作者的许化鹏，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对西京古道沿途古迹的调查研究。这条路开凿出来以后，老百姓呢逐步逐步就从山上搬到这个路边，所以这个路边呢就形成了有些大的村庄啊、西镇啊，就是形成了一个路边的一个文化商贸的一个繁荣的景象。几十年来，
许化鹏常常游走于这些古道沿途的遗迹之间，拓印下了大部分的碑文。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大桥镇的蓝官亭已经被废弃多年，碑文难寻。关于蓝官亭的传说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相传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被贬潮州，沿西京古道南下，曾途经此地。后人们将蓝官亭旁的道路叫做文公路，对面的山头称为文公山，并修建了新寒亭、羊脂亭以示纪念。坐落于大桥镇西京古道附近的观澜书院有着200多年的历史。第一节圣衣冠，请小朋友们整理衣服，拉直衣角。今天一场幼儿园的开笔仪式在这里举行。写，今天呢老师教你们写一个人字。人字的结构呢，首先是有一。孩子们挥舞着稚嫩的小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字。要是要互相的扶持，有才有能，堂堂正正。西京古道不仅促进了岭南的商贸繁荣，也让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带来了中原的耕读传家之风。据《汝源县志》记载，洪武27年，公元1394年，汝源农民起义导致农田荒芜，后明政府招民承重，湖广、江西、汀漳等地的农民迁籍于汝源。正是这一时期，许化鹏的先辈族人离开福建，辗转来到汝源大桥镇，他们修建以姓氏为单位的客家村庄，建造客家书院。今天的大桥镇是西京古道沿途最大的客家村庄聚集地。我们的祖先，也就是明朝的时候，从福建迁到这个地方来居住的。那么到了明末清初，这个地方呢又有好多这个居民，在湖广填四川这个移民大潮的时候呢，又有一大部分经过西京古道北上，迁移到了这个四川。西京古道既是古代的商贸动脉，又是渊源深厚的文化血脉，历经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今，畅通的现代公路取代了古老的石板路，但千年驿道带来的客家文化与文墨书香，却在汝源人的心中从未消失。今天一场传统的过山摇婚礼正在汝源瑶族自治县东平镇隆重举行。身着传统汝源过山摇服饰的新娘带着嫁妆来到婆家，箱子里塞满了妈妈为女儿准备的五彩衣裳。早在汉代就有瑶人好五彩衣的记载，汝源的瑶绣更是独具特色。由于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靠瑶歌和瑶绣记录历史。过着游耕生活的汝源过山瑶，将迁徙与战争、
民俗与图腾绣到衣服上，至今还保留着最原始的图案、色彩与绣法。他们身上的每一个行纹都有特殊的含义，并蕴含着生动的瑶族传说。这对新郎新娘的瑶族婚服是族中长辈邓桂兰亲手制作的。年过古稀的邓桂兰缝制瑶服近一个甲子，她至今仍然能够用最细的线绣出过山瑶最古老、最精致细密的图案。乳源瑶绣为反面绣，它无需底稿，利用布料本身的经纬度，以十或一字形为基本单位，直接从反面调画，组合成几何形纹样，整齐美观，极具抽象性。然而，这个陪伴了乳源瑶族上千年的传统手艺，如今却面临着艰难的处境。我做了一个月的绣，可能卖出去的大款就是三五百块钱。我这三五百块钱，如果我出去打工的话，我一个月我可以赚三千块。我们的手工刺绣时间多，价格上不去。邓菊花从六岁就开始学习瑶绣，尽管这门传统手艺日渐凋零，但她并没有放弃，因为这细腻的丝线里有她难以割舍的情感。这幅长达百米的瑶岭长歌是目前世界最长的瑶族反面刺绣作品，它是邓菊花在2008年集合24位绣娘，耗时整整一年才完成的作品。2010年，瑶岭长歌荣获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中国之最的荣誉称号，乳源这座小城也由此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同学们，咱们讲课了啊。人形纹大家都知道是。2011年，乳源瑶族刺绣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三个山，这个是第一针，总共有40。为了更好的传播和传承瑶绣文化，邓菊花将60载穿针引线的经验凝练成文字，为职业技术学校的年轻人讲学。2018年，他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瑶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哎呀，好漂亮！如今，邓菊花将衣钵传给了女儿，女儿带动着更多的绣娘，把传统瑶族婚服进行了创新。加入更多时尚元素之后，许多瑶族年轻人对瑶服瑶绣有了更多的兴趣。好多都漂亮了。一路走来，乳源过山瑶在油耕中积淀下了璀璨的生活智慧，这项古老的民族技艺也将在瑶族人的坚守中继续焕发出耀眼的光芒。瑶族民歌，瑶语为赛花饼，汉语的意思是赛过花朵的语言。瑶族人没有文字，
在千百年的流离颠沛中，勤劳勇敢的瑶族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瑶族民歌，他们用这种方式世代传唱着本民族的历史。20世纪60、70年代之前，瑶歌流行于汝源的瑶寨之中。当人们踏进瑶寨，都会听到歌声阵阵。在这里，他们用瑶歌传递信息，沟通情感。瑶歌是过山瑶的第二种语言。每周瑶族民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赵新荣都会到这棵大榕树下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对唱瑶歌。因为这是他们年轻时的共同记忆。我们以前老人呢，见到一个人过路就要问他，就要唱歌，用瑶歌来交朋友，聊聊自己的心情。瑶歌没有曲谱，没有伴奏，主要由呵、欧、矮、爱四个大修饰音阶组成，或借歌抒情，或以歌言志，往往即兴而作，出口成章。想要把歌词安排在每一个音阶中，让音词融为一体，和谐动听，必须经过长期苦练。可让赵新荣感到焦虑的是，随着现代娱乐休闲生活的丰富，年轻一代的过山瑶不再用瑶歌交流。作为一个善歌的民族，瑶歌已经不是汝源过山瑶交流感情的主要方式。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瑶歌，也让瑶族的年轻人爱上瑶歌，在汝源瑶族自治县政府的推动下，音乐剧《过山瑶》即将开演。汝源文化馆馆长盘桂清在剧中饰演一位瑶族阿妈，但她对其中一段瑶语唱腔一直没有找到感觉，为此她特地请来自己的老师赵新荣指点迷津。在我们汝源境内呢，就分深山瑶和浅山瑶，深山瑶的风格它的唱法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唱一个长调，这个长调叫做呐喊调，因为就是三对三这样子来唱，来用这种呐喊才听得到的。浅山瑶呢，它是近距离的一种沟通，更多的讲究这个装饰音，这种唱法是比较委婉比较细腻的。粤剧《过山瑶》半年时间连演几十场，现代舞美的绚丽多彩，剧中展现出的过山瑶文化精髓与瑶歌之美，征服了现场的观众。为了传承过山瑶的这项传统文化，汝源成立了瑶歌传承基地，定期评选瑶寨歌王歌母，积极组织各种瑶族音乐的演出，更多的瑶族年轻人开始喜欢上了瑶歌。在刀耕火种的油耕环境中，瑶族人传唱着千年不绝的动人旋律。如今，汝源瑶歌正闪烁着熠熠光辉，诉说着这个坚强民族的前世
和今生。高级工程师许宏文每周都会习惯性的到南水水库的大坝上走一走。这座全长215米的大坝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定向爆破堆筑坝。许宏文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看到这座大坝的施工图纸时所感受到的震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水电事业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篇章。1958年，随着电力与灌溉的需求增多，广东省政府决定在汝源东平镇修建一座集用水、发电、灌溉、防洪功能于一体的人工水库。南水河它这里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是北疆的支流，它具有丰富的水利资源，第二个有合适的落差。然而这座气势恢宏的大坝起初的建造过程却并不顺利。最初大坝设计为混凝土拱坝，但是经过勘测后发现这里的地质条件复杂，岩石破碎，部分软弱层风化严重，并不适宜建造拱坝。经过广东省水利厅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勘测和研究，最终确定采用定向爆破的方式建造粘土斜墙堆土坝。由于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爆破筑坝，炸药的使用量相当多，这无疑是对当时国内爆破技术的巨大挑战。广东省政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周总理指示力保安全，力保质量，力求成功，防备万一，批准实施爆破。1960年12月25日13:05，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南水水库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储水库容量最大、电站装机容量最大、效益最佳的定向爆破筑坝工程。杨义平是这座人工水库的第二代移民，在父辈的记忆中，这片平均深度近200米的库区曾是他们几代人生活的家乡。我们整个滩头水村呢都是姓杨的，一个姓。据我们后面看祖本跟听这个老父辈们说啊，我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已经有200多年了。但是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响应国家的建设的需要啊，也不得不离开鱼米之乡往岸边靠，也外迁了一部分。2009年，南水水库发生严重水污染，部分库区被蓝藻大面积覆盖。汝源县政府高度重视，严格控制网箱养殖，建立一系列库区保护项目。同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广东汝源南水湖国家湿地公园正式成立，南水水库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作为南水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动植物的专业监测人员，杨义平除了每天的例行巡查之外，还要做很多与库区百姓的协调工作。是个违法建筑哦。最近有群众举报南水湖周边有违章建筑，杨义平和同事们决定在库区周边做一次彻底的陆地巡护。现在我们老百姓也说
水面不给养殖，山上的树也不给砍，确实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也需要我们的渔民真的要有那个舍小家顾大家这种思想。经过一番沟通协调，违章建筑最终得以拆除。而像这样的调解工作，杨一平和同事们每年都会接触许多次。在他们的努力下，七年间，南水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生态系统越来越完善，动植物的多样性也越来越丰富。2016年，广东汝源南水湖国家湿地公园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级湿地公园，库区水质达到国家一级饮用水标准。2019年，汝源南水水库成为韶关市第一大水源供给地。来，一个个来，到这里装。通过看观察这个水体的透明度，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水干净不干净。现在，杨一平常常给周边小学的孩子们宣讲湿地公园的保护知识。每当看到这些库区移民的孩子眨着好奇的眼睛，举起小手，杨一平都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历经半个多世纪，大坝的轰响早已消逝，库区的移民也早已在新的家园安居乐业，但他们从不曾忘记，保护这片广袤的水泽，就是保护他们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们的后人也将接过这份信念，在这片山水田园间继续书写美丽的新诗篇。蜿蜒的古道催生出了汝源人传承千年兴学育人的文明教化，深邃的峡谷抵挡不了汝源人跨越险阻奋发拼搏的鸿鹄之志。钟灵毓秀的山水汝源，有着客家祖屋内的薪火相传，更有着姚家山寨中的风情万千。文化承继风骨，生态谱写新篇，新时代的汝源人将在岭南的一隅山川之间筑起一片举世瞩目的璀璨家园。